大家好，我是琪琪。声音有点烧焦，我是一样。我想说我用这声音大家应该不会听出来吧，可是我好像很明显呢。我都觉得我的喉咙是钢铁喉，我第一次就是我喉咙这样子，我声音这样子，我爆掉。我看我叫这样，我在读的玩具。然后这边它这个墙又更新了，我觉得大家每次来的时候可以都来看一下这个墙。对，我们上次还是它是用那个类似就是那种透明袋装的嘛。对啊，就是它又升级了，它直接用这种。超可爱的夹链袋，这种塑胶的夹链袋。我刚来已经先晃一圈，我已经有觉得想抽的东西。我们今天要抽合抽，对，我最喜欢的合抽，没错。那我们先看，我要抽这个。你看它这个是熊猫，然后它可以换头，它头可以这样直接拔起来，然后换成这样。它双头雕哎。对，然后可以摆着。我最想要是这一个进阶巨猿的这个，这个很可爱。然后还有这个。可是这一个我觉得应该是被抽走了，这样的我最想要是这样一个。对，它这边又多了很多个，他们几乎好像随时随地都在补货一样。我不想要的白色，我最讨厌白色的。太可爱了、啊。可是它就是没，它是一般的那种宇宙人、欸。对啊，它不是那种很有特色那种恐龙类的感觉。这样，然后它的头就可以这样拿着。超酷的，对不对？他敢从杀人杀，他真的超酷的哎！刚看到那个超可爱的，这个它是日本的那一种鬼啊、木乃伊啊什么的，还有天狗哎，它那种实体好刺激哦！哇，它突然可爱哎！真的吗？什么嘞？怎样？僵尸哎！我最喜欢僵尸东西了，僵尸很可爱哎，它后面还有。螺丝哎，它有点像钟楼怪人那种感觉，不是钟楼怪人，是科学怪人的感觉，它跟爱心哦，就这很酷哎，这一只它像绵羊，它是羊妹妹吗？不是吧？可以，我要抽这个汉堡，这个其实我们上次就看到了，然后它这个超酷的，它有玩法就是它可以这样子叠，因为它这边是磁吸的，你可以这样叠很多层上去，你如果抽很多个，你可以越叠越高，越叠越高的概念，它直接拿一只过来给我们叠。你看它也这样叠，然后超酷的，你看它这边变很高，然后不一样的感觉，超酷的，这一个真的超酷的。好可爱，好多猪哦！我最想要这个正常版的啦，我超喜欢汉堡系列的东西。天阳最喜欢吃汉堡，对，汉堡控，我真的超爱吃汉堡的。我刚看到一个，哇，好像是它哎，它刚刚卡跑出来了。啊，我不喜欢绿色，因为它很贴心啊，这边还弄这个，那也防刮。还不错，你看，这里有儿子属猪，小猪猪，这给他玩，这个超可爱的。如果我抽到这个正常的汉堡，我可以跟他换。又到了拉布布了，这次拉布布是动物哦，动物好朋友。我喜欢的是那个金鱼的，哎，这松果很可爱哎。我喜欢金鱼的，可是他说金鱼的好像这个考拉也很可爱哎，好像被抽掉了。真的哦，企鹅也超可爱的。袋鼠超可爱的。这哎，做袋鼠前面有东西耶。对，它说袋鼠超可爱的。前面还有小喇布布哎。还有水母哎，好可爱、哦。那我来看一下要抽哪一个。我想要，我就应该这一个。抽喇布布很少抽到好的。你刚刚抽到喇布布以外，角色都是好的。喇布布，你怎么抽雷啊？为什么每次？我们真的是不管在台北、在高雄抽喇布布都会先抽雷、欸。这是索尼克哎、欸，拜托，哎呦喂、欸！啊你啊喂、欸，这是音速小子哎、欸，他不是雷、欸，我也是雷。他帅爆了、欸、他超帅的哎、欸，帅、欸、可以哎、欸。他抽一盒，好。完蛋了，看到这个这样子就是完蛋了，这基本上都是废了，你知道吗？啊！水母，哎、欸，他是千网哎、欸。这也太高透了吧！你看，不会再抽一盒吗？它真的很丑了。这一次我决定就放在这边展示，因为它这边都有展示。你看它这边都有展示，我看它，可是唯独这个就没有展示，所以我贡献这次在这边展示。我们再抽一盒，我不相信，我只求这个。哦，太阳花，小狮子，可以啊！它是狮子还是花？好可爱，它有尾巴哎、欸。哦，这真可爱哎！这超可爱的哎！哎，这一系列超可爱的哎！你看，这一系列看到就要抽爆了啦！超可爱的哎！好想要金鱼哦，妈呀，金鱼真的超可爱的。
可以了，可以了。我们现在很收敛的，我们没有要全包，我们明天晚上之前都全包嘛，我们这次不全包了。因为你知道吗？我们那个家哦，现在就是还没有盖。我们给他抽这一盒，这个是我们之前抽过的，就是非常高品质的。小木，我靠！哇塞！好美，怎么办？虽然我们抽过，可是我每次好像都没有抽到好的哦。怎么办？好。我就抽一盒就好，有人说不要，我要抽阿乌。阿乌是谁？你要讲一下。阿乌就是大家有记得很久之前我一个玩具开箱那个小饼干吗？对，就是那个狗狗的，然后粉红色那个小饼干，然后这是那个作者他旁边的那一个阿乌。板娘说烤吐司很可爱，可是我觉得章鱼丸子，我想要章鱼丸子。然后他这边有一个牛奶，很大只哎，哇塞！自己先抽了三盒。这个是他其中的一只，然后这个也是板娘的。看来这两只不是他想要的，才会放在这里。对，我想放在这里，都不是他们想要的，会想要会放在柜子里面。很扎实哎！你跟板娘抽到的一样，盒子的最爱。他超爱吃红萝卜，你就抽红萝卜。对啊。怎么办？你要再抽一盒吗？超值。到底是什么嘞？好紧张哦，怎么那么胖？又是一样的。你跟牛奶好可爱。很可爱，真的好了，算了，就这样了啦。其实长得很可爱。啊，我真的超喜欢看这种肉肉的这种感觉。对它涂装什么也是不错的。我们要抽这一款，这一系列阿咪，我想要米养的。它是不同的设计师去设计的东西。我就是对，我想要它，这是超美，这实体超美。哇。哇，你抽一个最普通的，我抽到一颗蛋。它前面有汤匙。我抽到了一颗蛋，我们来抽大久保的囧囧啊！没错，这个囧囧超红，红到炸掉。这两款也是大家最想要的。这是经典款吧？这一个，啊、我们的小夜灯是不是也是这一个？啊是啊，是它啊。是了吧？是了吧？不是。中了！我中了。是不是？可爱哦！可是我还是想刚刚抽到那一只。对啊，这一只直接忘记被开哎。它可爱，我有点想要那只彩色的，我可以试试看吗？烤肉的，好可爱哦！它可以这样拉起来，你看这样。这只很特别。而且他们拔起来，它这样它可以拔。对，它最高就到这样而已。然后他有出一个这个，好像那一个哦，苏菲卡西法，你看，好可爱，因为头可以这样，它是球形关节，然后可以这样精致的这一款，对啊，难怪它会那么红，木奇系列的，超赞，这一组也必推。我要拿两只我今天最满意的做 ending。哦，我最喜欢艺术小子了。这艺术小子真的让我们很惊讶，很好看哎。而且这个拉布布小狮子，我觉得这次的拉布布我们抽的蛮好的。对啊，好满意哦。出了水母，我完全忘记水母了。好，那这就是我们这一次在多多玩具的合抽。我们这次抽很多哎。好多，因为上次有人说看得不过瘾。好严格哦。对。可是上次我们抽也是我们真的喜欢的。对。然后就欢迎我们，让我们在多多玩具。有兴趣的可以来这边玩。来这边玩喽。好，那大家记得我们的三个频道哦。第一个频道是 Sandy 的脑洞，第二个频道是雅人的体体，还有我们的主频道 Sandy 卡哈，订阅起来，订阅起来，拜拜。喜欢我们的频道，记得订阅我们的频道。喜欢我们的影片的话，记得帮我们按个赞，不要忘了，还有小铃铛。拜。